已经提前安排工程队过去了，已有实验室愿意帮我们。听起来是有新的任务，这么巧啊，又遇到两位老板。今天不用跟莫博士研究数据啊？你在逗我吗？继续和我杠吗？这是第一次疑似发现海氢气的地方，从地质情况上来看，可能性确实很大。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？就算他不知情了，难道他还不知道试试用了高频声呐？